牵着这留这个，嗯，对吧？哎，那个扭直下扭直，这个方向不是正好吗？这个那会儿扭了它，方向正好。嗯，对，那个也掐了尖了，甭管它也没关系。啊、这下面的清除完，对吧？对，回头把那个蕨锯了。哎，锯的。嗯，对。蕨不锯它，它还发是吧？一个是发，再一个它影响这个主干生长。主干生长，一个它藏病菌。牵着这你要留俩。是的，我知道。你留俩。留这边留一个嘛，不是？嗯，对吧。它错位不能对着的。错位没关系，上一下错施工。像这个枝都不用留了，对吧？你把前枝留前枝浇了吗？没事，它这个你浇为啥不在这儿浇呢？为啥它还留个蕨呢？你浇干净，对。你像这种20公分以内这种苗都不留了，嗯，但是可以不留，也可以留，这个方向也可以留，是不是？尽量不留。啊，牵着枝，如果你这个20公分留了枝，它影响牵着枝的发育。啊，你像这一种也不用留，去了它，对吧？啊，这一种苗子可以留吧？嗯，对，也可以留了。啊，这个中间的给剪掉吧。对，剪掉它。剪的有点高了。啊、你像这一种就是可以从这剪。你别剪那么高，可以留俩牙子就行了。留俩牙下端的我害怕，不是害怕它发不出来吗？它会发的，下端的树啊，就是中下部，然后尽量剪短点儿，因为它出芽率不如高处。高处的时候就顶端，咱们可以留长一点，顶端优势强嘛。越是高端，然后你多留俩牙口，它分散，下面它长得那个慢。这它可以憋出来是吧？我可以的，这儿有一个，这儿有一个，你俩就够了。你那边也是留俩牙子。像这一种。可以剪掉了，对吧？以背下牙带头。你像这一种有果的，这直接都可以。对。直接剪掉。但是太壮的这种，你可以、对，也给它。你像这一种。少让它相互影响。你像这一种是不是可以剪掉了？这个向上背上。那个剪也剪，不剪也没事，啊、因为它停长了。啊。这个一般情况下，这停长的枝你就不用管它。像这一种枝都可以留着了，是吧？嗯，那个也可以留着。这一种就应该回缩了，它。稍微过粗一点都要给它回缩的。对，别太。这从下面也可以剪，从上面。可以。对。像太密的这种，可以给它切出去一个。像这种。从根儿去。对。你看它一看它就太密了。你看。一个是角度，这周围的角度中间。你看为什么不去这个？你看这个上下不是过近了吗？但是它这个更近呢。但我意思说把这个去掉留这个。这个上面还有你这个。这个可以去打，这个得可以留下子。嗯，去了这个吧。不是，你看它这个角度错开了不？错开了。这个角度在哪儿？这个角度在哪儿？包括这个，但这个你也要绞了它，以背下牙带头。你看它错开了呗？错开了。你如果说是刚才你说我把这个剪了留这个，然后它俩不就成堆了吗？因为这边没牙子嘛。然后你又说是把这个留了，它挺密的，你这样角度多好啊！这儿一个，这儿一个，这儿一个，是吧？它这个位置。关键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把这些过旺的剪掉之后，它们像这种细枝子，它会不会，土长啊？你过几天就换空了，它有十来天的时间吧，它都已经能长出新梢了。它这是什么时候换空最好的？长到20公分，咱们剪完枝以后，这个新梢长到20公分的时候，你这个树也需要杀杀菌。什么？杀菌。杀菌。这个是高嘛，高的多留牙子是吧？对，不是那个高多留牙子是粗壮的，像这些细一点你就少留俩牙子。其实基本上就是像这种你可以多留俩，像这么细的它差一半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少留俩。啊，像这一种都可以剪掉。这个留背下牙，对。这个头给它换一个头，对吧？嗯，对，你看看你前端那个树，等会儿啊，你先看你前端那个树冲哪个方向留。你打个比方，你这边那个向左侧流了，然后你这个是不是要向右侧？向右侧的同时呢，也就是在2米多高或者2米的位置，2米以下，你可以留这个偏头，你再留个。留这个往下留一点不行吗？你像留成这样的枝子，太矮不行。它这个是立着长的，你要偏的，要偏的。要留两米五。那个是向哪儿长的？它不是向右长的。哦，这个是吧？对。上面，对。没事，对，就是那儿，然后把它俩全都。对，摘了梢，把这个也给它摘了。这边都得剪掉，对吧？对，基本上上面全部清干。那你把上面这个也给它摘梢，清梢。
要不然它跟那个侧枝它有竞争值。对，就这样。回头让你感觉这种啊，你就说它才那个啥，你可以好歹把它扭一下，好歹把它扭一下就可以了。把这个剪了。齐根剪吗？齐根剪也行，太过密的齐根剪也可以。我就说我这边像这种，你可以直接一扭它。我这边的枝条都是有点太旺了。你扭它一下也削弱它的营养，也削弱它这个营养消耗。你像这一种过长的这一种。可以常放，不用剪了吧？不用剪，这个树呢，你可别回剪啊！你剪了它就吐成那个啥样？这个果子都生病了，你看。你这个都生病了，你看这些。这生病的果子要它也没用了，你看里面都开始想变软了。这个应该是那个，有时候吧，它都是那个芒锤象钉的。你如果没有治虫啊啥的，它有芒锤象钉的。你看它这个果子是不是？钉完以后，它就是一个坑，回头就一个坑一个坑的，给你钉的比较。那啥了，它不生长了这一块，别的地方生长它不生长，然后它不是一个坑了吗？就是，它是不是也有一种纳源，就是杀菌药没控好？杀虫，芒锤象是虫害。他们有的说是因为那个杀菌剂没打够。杀菌剂呢，它只是对于你这个果面造成影响，说是有。